说你实现财务自由了吧？小金说哪儿啊？我还姐现在还在100平米的房子里，我撒谎的吧？我一点都没撒。不是，关键是几套100平米的房子？只有一套。这个美女问的好。嗯，哎，只有一套。是吗？真是。不信。我真是这样的。他名下只有一套。凡尔赛，知道现在这种叫凡尔赛，就一套100平米的，我知道。够住。对，没错，现在人家那个马斯克比你住的都小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你们都是这一路的是吗？嗯，他是轻资产，他要做事情，我连轻资产都没有，我比他高级。哎，什么叫财务自由？我们穷人都没听说过这个概念。对对，标准是什么？我说老实话，那天他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你如果花钱不多的话，早就自由了。哎，徐老师，你给解释一下，你这个文学系教授，我不知道什么叫财务自由。我听过人家有这样的说法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。你们这几个人装的，难道小击鼓传花传给我不成？你来，不是装的，我也不懂。我永远记得的就是这个词，不是我小时候有的。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前些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，感到那种狂喜啊！我说，哎，我这个词儿真好，这正是我现在想的财务自由。反正就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字儿，结果连在一起就有点不是，就得连在一起啊！你们不连一起，我兴趣不大。就我觉得这是财务，你哎，你说这个有什么这个概念怎么来的？我就反正我有个朋友，就现在他老说你还不看看那种什么什么公号或者是什么团体，他老推荐我看一个东西叫什么提前退休。嗯，他就是好像就专门这种国际组织的，不是。就国际上有一个词儿，他就把这个英文什么我忘了是哪几个字母就连在一起，说你要关心这个东西了。我说我觉得我好像还年轻嘛，就没有想。他说关键是这样的，你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，你得一辈子还得干活啊，你到了退休的年纪还得要工作呀。我说哎呀，真的吗？我说我没想过这事儿。被他一说我就吓出一身冷汗。然后呢，他说你要存钱，要干嘛干嘛，什么时候要退休。结果我那个朋友呢，没几天被公司开了。然后我就说不过也不错，给了他一大笔钱，他说他自由了。啊，哦，那多好的公司啊。你对财务自由怎么，你难道不受缺钱的困窘吗？其实我是一个对钱几乎没有什么。我听说过你一个说法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你不能叫投身商海啊，只是说你开始想拍一些个就是怎么说呢，别人愿意花钱买的纪录片。说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思了？说孩子留学，就会发现非常吃力。嗯，学费、生活费。对啊，嗯，所以，就离开了自己曾经热爱的岗位。哦，就舒适区了。就去专门的做节目。嗯，哎，那现在拍的这个这个纪录片，奈飞都买了吧？对。这么受欢迎，但是奈飞买是买给我，只挣的是那个制作费。哦，那个奈飞买的是投资方会。哦，投资方的。嗯，那投资方也得分你不少啊。一点钱没有。这个都一点都不用隐瞒，因为也没有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拍片子成功卖得好，当然拍片子的人挣得多。你要之前你要有投入才行，我只是一个拿薪水的人。哦，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了吧？嗯，哎，徐老师最能精打细算了，这上海人，你给我们讲讲财务，你对财务自由的思考。我还没思考过呢，不过听他刚才讲的这个，我受到的启发大概就是说，你退休了，反正你到你的生命的终点，你就不会挨饿了，你基本上有的用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你看。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，来我们节目曾经说过，他说呢，他跟他的太太啊，就是说，而且还给那个女儿写了信什么的，就是说孩子，不要回来，对吧？就是说父母将来不靠你，他说我买了一大堆养老保险啊，就是可以保证我们老夫妻将来老了完全不需要孩子女，这个照顾。然后他就说剩下的钱我维持我现在的这个消费，可以眼睛望得见的
几十年问题不大，这算不算一种自由？不担心了？那这个应该算自由，但是我觉得财务自由可能还有一些攀比吧。财务自由和财务自由可能也不太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了攀比就有了凡尔赛。嗯，哎，你说这个人到底是想活得好、活得安全，还是想活得比别人显得更好？你就是你的活得好跟安全，总是在跟别人比较当中产生的。你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和安全的一个标准的吧？所以我现在觉得啊，这个词语在今天的这个泛滥，值得警惕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就是什么这个凡尔赛啊，财务自由啊，内卷呐、啊，躺平啊。哎，我给你讲一个情景，就有一天呢，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，哎，他们就在讲这个内卷啊、躺平啊什么的，讲这个话题。我突然就想起那天下午我们这个刚开会，说聊什么话题啊？七八月份开的这个我们开会嘛，然后呢，就是当时就有人说了，说就是说聊内卷，聊这个什么，躺平啊什么的。然后马上个编导就说了，说我们播的时候十月份了，那个时候就不是这个话题了。哎，我突然有所领悟，通这个细节，就是说啊，人们经常说的这些个热词儿，不可否认一定有它的现实基础，但是我觉得人要会从多个角度考虑这件事儿。我就觉得，哎，干我们这行的人整天在干些什么，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这个前半生。我想我前半生整天在这里说话题啊。那么比如说这个，你看我当年办过杂志，嗯，哎，我就知道啊，这个夸一下十个话题，大家说，就最后我编辑部主任我说了算呢，那一个星期的话题就是我决定的。所以我当时我就跟我那帮朋友聊，我说我站在我这个传媒人的角度啊，我说我也提出一个异议啊，我说是不是现在内卷真的是那么重要的问题，躺平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每天关心的事情，今天我关心的可能是那个我们家房子需要装修了，你关心的可能是你失恋了，他关心的可能是他离婚了，但是从哪里来的一个？因为你知道这个里边我不能说有阴谋啊，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聊什么话题，我们是希望这个话题啊，最好能让他们觉得，哎呦，周围人都在聊这个呢，我不聊，我也聊，而且这个语言的这个诱惑性或者说欺骗性本身就在这里，对啊。你比如说你可以聊这个内卷有没有啊，你想想，有啊，我这竞争很激烈啊，工作很难受啊，对吧？躺平有没有啊？有啊。其实我要跟你说另一个问题，我说住房紧张吗？你马上觉得对啊，现在住房紧张。甚至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你看杂志上会弄这个月的主题，这会不会就像这个时装流行色，每年那个时装杂志发布，今年春天流行绿的，凭什么流行绿的？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语言能生出一个世界。嗯嗯，那个是贩卖服装，这是贩卖焦虑。对不对？就是我不能说这个问题没有，但我只是说人对人生的感受是百样人生，不太复，就像你说的百味人生，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共鸣啊。我的感觉它就像是在这个大海里面，然后呢它需要给每一朵浪花起一个名字。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涌出来的所谓的热词都是一朵朵小浪花，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海里面，你真正关心的也许是下面这个潮流，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潮水真正的方向和你这个大海的样子。但是呢它为什么老冒这个小浪花呢？因为这些东西它一直在，你说内卷不就以前说的竞争吗？那它就是得有一不断的有新的名字来寄托大家的一种共同的情感。就不一定是焦虑，也可能我们几个月后就不聊这个了。你这事儿很有意思。哎，比如说小青，你觉得有凡尔赛吗？你是不是最近老听人说凡尔赛就成关键词了？反复的能听到，一言不合就凡尔赛，这个这个尤其是在朋友圈里边或者是微博里边，它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就是打开一瓶
很昂贵的酒，这个拍一张照片发在这儿，是又，然后双，然后啊又又又啊，对对对，这我又喝了，又开始了，这感觉每天就泡在这种特别昂贵的酒里面，这个可能就是凡尔赛。底下留言都是说你就凡尔赛了，也有这个正能量的例子。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钟南山老师，对吧？那讲话就说咱们国家这个测试这个什么的，这个对对这个新冠的这种检查研究啊，我们有个苦恼啊，我们病例没有啊，我们病例太少了。这说的是事实，这说是事实啊。就所以我说他不是，我不是说他是个贬义词，我是说你看现代语文可以研究，他一流行起一个来，大家就用它来表达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我第一次看到是真不明白。我发了一张照片，香港商务出了过本书，上下两册这么厚，我发了这张照片，没就加了一句话，我说这大概是我今生写的最厚的一本书，最厚的一本书啊，不是最后面，最后因为有60万字嘛。那结果我的微信圈就收到了最多一次的这种点赞啊支持啊的，也有人写个话，啪一排下来，最后一个是潘凯雄，原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，就加了一句凡尔赛，我当时就没看懂这什么意思，后来他们说意思就是说你在炫耀自己，你这不够凡尔赛，你要说这么厚的书拎都拎不动。我的理解也不一定正确，基本上就是用这个貌似这个怎么说呢，抱怨的语气，实际上呢是不经意的，有时候也做得很经意啊，流露出自己的优越。你比如说你看，哎呀，每天开跑车上班，我觉得真是很危险，我宁愿走路。我们家那个园子太大了，对不对？上学那个走200米啊，光我们家那园子我就得走150米。我瞎编的啊，就是我明白抱怨。那我就反省了，我那天，那我在这里边有什么就是说是炫耀的成分呢？后来李纯给我写了一个回，他说你这辈子还藏着的呢，就是说谈什么是最后的，其实你可能还可以写更多，你用这样来贬低自己其实是炫耀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知道他们写的对不对，但是反正是因为给我写的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啊，叫我凡尔赛。他不是认真的，也可能有朋友之间就是调侃，调侃一下。数钱好麻烦。为什么不用微信转账？我也没有这样的意思。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圈有一个人发，就是他就说又要擦地板，然后他那个照片怎么拍的呢？你就他就从高空，就是他在他阳台上。是跪在那儿撅着个屁股在那儿擦那阳台地板，但那个全景呢就是他们家那个房子在山，游泳池在山上，然后呢这照片是无人机嘛，就一看这角度也应该是无人机吧，就旁边拍一张这个照片得几个人伺候着，你知道吧，然后这个人还有别的，他每次照片的那个感觉设计得非常好，他去喝下午茶，然后你就看到不是人家很普通的什么就拍个这个吃的东西什么的，很远，是那个酒店的那个下午茶那个小笼子吧，他在那个角落里面，但是他的景是实的，前面还是虚的，就你说这一张照片多少人？那义军，你现在帮自己凡尔赛一下，你我弄一个什么东西？我没有这个才华，我又要去阿富汗？不是，我又要跟这么有才华的人去聊天。这个不算凡尔赛，也算，就是我又要跟这么有才华的人聊天，而且呢他们还老说我有才华，真讨厌。马上发。文涛呢凡尔赛一下。不，我就现在节目广告太多了，圆桌派真是烦人呐，这广告怎么这么多呀。好。小青，你从这个里边能分析出什么来？有一种得意叫哭穷。有一种得意叫哭穷。对，凡尔赛可能我觉得应该这个徐老师专门做一个研究，因为凡尔赛说到底它是一个修辞方法。
它是一种修辞，它就跟我们以前说的什么比喻啊什么的，这个这差不多，它是一种文本上的游戏，但是它背后的这个确实有一种心理，就是说流露优越感，不小心的流露，不小心的，人为什么摁不住流露优越感？这个还真的是不管你修为多深的人，我见到的差别啊，就是说修为越深的人，你那个皮儿包袱皮儿越厚，甚至大家的察觉流露的越不精心，是吧？对，好像很自然的这样。但是为什么忍不住总要流露呢？比如说啊，我，哎，这算流露优越感吗？说，不是，我觉得我心里就有个矛盾，我是属于那种溜墙根走的人，我特别怕。比如说，当然我没钱，但是我要真有了这个钱呢、啊，我想我的心里是那种，我怕别人知道，我怕别人知道，我觉得有不安全，所以呢，我有时候也挺不能理解的，就是你为什么想让别人知道呢？我检讨一下，我第一次去凡尔赛的经历，也许这个是一个凡尔赛，你们看看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凡尔赛这个词就跟凡尔赛宫有关系。我那个天呢是在下午2点多钟还在尼斯订了一个巴黎的酒店，他们说路上7个小时，但是我呢这个路上一路耽误啊，开到里昂的时候呢虽然天还亮着，但已经8点多了，你知道夏天的法国就是这样，8点多了，等我吃完饭以后再开呢，余下来就黑乎乎了，这一路这是我记忆当中我开的最辛苦的一段，很巨大的那个装箱的车啊，我要一个一个超过他们，就这样我快睡着了，我真的是很危险啊。结果怎么度过呢？就跟我女儿那时候很小，不到10岁，跟她讲中文的这个量词，她很有兴趣，比方说皮带为什么是一条而不是一根，可不可以讲一根啊？鞋为什么是一双，你知道这个我仔细一他问下来以后啊，真是发现中文的量词是非常非常多，很复杂，而且有的也不大讲道理，为什么人是一个，羊是一只，或者还有这个一条命啊等等，这声音一把声音等等的，靠这个东西使我在半夜12点前开到了巴黎，围绕着那个铁塔还很亮，还是走错路。居然狐狸的半夜的时候开到了凡尔赛，开到那里，那当然半夜是没有车没有人，然后再开回来，快1点了，终于住进了旅馆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凡尔赛，也没有进去。我这段故事算不算凡尔赛？这有点凡尔赛啊！对啊，那家伙感觉你能去那儿法国旅游去，而且是20多年前。哎呦，20多年前我们多穷 啊！你都能去法国了，啊、光机票、这个、凡尔赛吧得多少钱呢？这个是家庭教育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夸张的，全部都是真的，也是凡尔赛。我在想跟真假无关，对，为什么人会喜欢要凡尔赛，我也没有很好的答案，但我猜啊，因为你人类的很多行为你都可以从奖赏机制来解释嘛，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东西会对一个人形成一个奖赏机制我才这么做，就说人家就是比方说人家说一个人为什么会他会喜欢长得漂亮的人，因为那个人的美貌对你是奖赏，或者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的人，因为他的帮助对你是奖赏，那么会不会就是说凡尔赛的人他就知道我会收获很多艳羡的目光，我会收获大家虽然嫉妒恨，但是别人会啊就那一下，就是我老想为什么有的人他去，我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他买了那种跑车什么到街上开，或者把那个车刷成很炫的样子，就很炫的那种那个颜色的啊开，我老想他坐在车里又看不见，但是他脑子里闪过的都是一路上大家张大了嘴的那种艳羡，那种回头率，会不会觉得他觉得一凡尔赛就是收获这样的奖赏？那就说人需要这个，我觉得需要。我觉得凡尔赛更多的是从评判者的角度来决定他是不是凡尔赛，他必须有角色的差异。他刚才包括徐老师说的这个，他去国外找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你觉得得有差别，和自己的人设，
或者说大家知道的这个人设有差别。你我是做美食的，对，我可以说这个包子他怎么做的好，他怎么也不会说他凡尔赛，肯定不会说我凡尔赛。如果我说这个红酒我在里面喝出了什么什么的味道，包子的味道，我甚至觉得有地中海的海风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哎，这个人不是做那个老百姓吃的那些东西的吗，他怎么说这个，这个可能但还缺一个因素，你没撒娇啊、哦、对对对对对，你还得怨，对对对，得怨，对，还以为我吃不，还以为我品不出来，其实我只差一种味道没有品出来啊，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凡尔赛。所以讲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，他其实是英文说法 sophisticated， 对不对，比较有修养的来表达自己的优越感，比较复杂的，比较复杂的和先抑后扬的，我等等等等。但重要的是，凡尔赛这个词的说的人是吃瓜群众，是围观的人。重要的讨论的不是这个说的人的说话技巧，而是民众的这种情绪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关键，就是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一个说法，大家会很反感，就比你直接晒，比你明星我晒衣服啊，晒什么这个还要反感呢？那是个低级的，他就不会叫凡尔赛了。对，那就叫炫耀。但经常网上翻车的有些事件就是这样嘛，他可能晒了一个照片或者说了个什么事儿，他无意在炫耀，他就是好好说那件事儿被大家发现了，哦，其实你这个穿的衣服是多少钱，或者特别是还要用有技巧的方法来说那也不能就这么说，你像刚才我举的钟南山的例子，那就是它是一种修辞，就是指的你就是有意无意的用一种幽怨的语气流露自己的优越感，那就是说还是赞同他的，觉得他好的，对，有的时候凡尔赛引起的我认为倒不一见得是仇恨，现在这个词儿啊，就充分使用以后，它不一定是仇恨，也是朋友聊天的一个乐趣。你看，有时候你又嘚瑟了，你忍不住有点小嘚瑟，跟嘚瑟有点像啊。有技巧的嘚瑟，嘚瑟这个词也很难，这是北京的方言吧？你上海话没有这个说法，还是东北方言呢？这个意思你上海话也没有这么。西哥哥，是不是有点？我们俩有点凡尔赛，好像我们达成了某种共识。那你在想什么样的人需要流露优越感？其实你想到没有？咱要正经的来说哈，他要是用一种幽怨的，或者说是希望能够不着痕迹的，那至少说明呢，他还有点害羞。比直接的说，哇，我有钱嘛，对吧？不是，幽怨的杀伤力更大呀。因为你所谓美而不自知更美嘛，那他就是优越了而还抱怨，对吧，就更杀伤力更大。